说到马来西亚霹雳州啦，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想到怡保啊、安顺啊之类的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霹雳州啦，其实除了怡保啊、安顺啊，还有很多很值得观光的旅游胜地。其中一个值得观光的地点呢，就是霹雳州斯加湾的巴塞班江，一个隐藏了超过100年历史，有着身高48尺，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傣巴共识雕精神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来带大家去看看吧。大家是不是发现到傣巴公庙旁边啊有一间观音堂呢？其实这个庙旁这个观音堂的由来啦，是有一个神奇的事迹的。其实在最初呢，这个傣巴公庙啦只是傣巴公而已，旁边是没有这个观音堂的。就在1993那年啊，这个傣巴公庙啦刚好呢就有请到法师来这边开坛念经。就是在法师坐禅的时候啊，一个法师呢就感应到有一尊观音菩萨的精神啊落难在海边，于是呢就嘱咐法师们呢去把这个精神给捞拾上来。也因为这样呢，庙祝啦就跟这一个观音菩萨结缘了，就在海边呢建一间小庙来供奉这一尊观音菩萨。事隔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就跳通啦，就傣巴公显灵，也有示意啦，这边的理事呢要建大庙，就是要把这个庙建大啦。当时呢，傣巴公也有提到啦，这尊观音菩萨的精神啊，在日后呢会被人偷走两次。本来呢，庙祝们都不以为意的，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啊，这一尊观音菩萨的精神啊，真的是被偷了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这尊观音菩萨的精神啊，在被偷走后的两个多月后，又被人偷偷的送回来。而第二次被偷呢，就是在这一个庙建好之后，当时呢，这一尊观音菩萨的精神啊，也已经被请进去庙了了。可是呢，进庙两个星期呢，又被人偷走。但是啦，在当时呢，傣巴公也有显灵，也有示意啦，庙祝们不用担心，因为这尊观音菩萨的精神啊，会在4天内送回来。果真啊，就在4天之后呢，所有人都亲眼目睹啊，这一个女善信骑着一辆大房车前来，双手呢沾沾恶恶的呢，就抱着这个观音菩萨的精神回来。经过这件事情呢，也不由得不相信啊，这尊观音菩萨呢是要留在傣巴公的身边，一直扶持以及为善信们解难。
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东西呢？想要我解说的东西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